夏普洋，奋勇冲刺，奋勇冲刺。好，接下来是夏普洋，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五米整。你知道目前台湾的记录呢，依旧是乃慧芳在1993年的五月东亚运动会跳出的8.34米，这个全国纪录保持人的成绩已经维持了27年之久了。来一个了，对，其实我只是因为就是比较好动，然后我的体能就是不管跑步啊、跳高啊，就是以身体素质来讲还不错。毕竟没有跳过远，然后最近才这一两个礼拜才刚练，然后我觉得我把我的那个协调还有稳定性弄好，我希望可以破大会纪录。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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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夏普洋，奋勇冲刺！夏普洋，我们等一下成绩，要看到他在空中漫步，哇！有成绩5.70米，哇！可能有点冷了，我真的觉得下次要练体能是一次练全项，因为我们可能一天只练一项，没有一次一起。对，加油加油，可以的，好，你破纪录。好，接下来是许德伟，他自我测试的成绩是5.10米。我们这一次男生选手的跳远的自我测试差不多都是落在4.8米、5米左右，来看看他们测试赛的表现。跳远之前的准备时间是非常充裕的，可以让选手的心情先稍微平静一下，因为他必须要使出他的爆发力来去带动身体整个协调性。其实在裁判唱名选手名字之后有1分钟的时间比较完成，这个时间是绰绰有余的。许德伟也是非常的安全距离，感觉离起跳板还是有一点点距离哦。对，很可惜。其实那个跳远的起跳板哦，它的宽度啊有20公分，你可以踩起跳板，但是脚尖不要超越，都是合格的。没错，成绩4.19，哇哦，怎么可以这么烂？我这平常在练习都还有5米呢。好，接下来是很有机会刷新大会纪录的林辉煌，因为他自我测试的成绩是6.05米，大会纪录是曹佑林的6.06米。而且这个项目呢，他有势在必得的心情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本身就是跳远以及三级跳远的选手呢。哇哦，哇，那今天一定要破，不破真的有点压力嘞。对呀，而且刚刚看他热身的时候行云流水啊，期待。哇，真的能不能在测试赛就让大家眼睛为之一亮，破大会纪录呢？啊，少掉一点，可惜，他有把速度放掉。对，来，谢谢健康，你好，顺利，很多血汗，真是好爽，就是这样，今天可以不用跑，这样比那么方便。OK， 好。对啊，刚刚跑到后面的时候，又突然踏到了。林辉煌的成绩出炉是4.75米。哇，林辉煌这边又要考验领队怎么来选了。他的自我测试的成绩跟我们今天测试赛的成绩又有一小段落差，但是你必须知道他底子是不错的哦。对，我觉得他有一点是不是受伤，感觉他在那个加速的时候并没有真正的加速起来。其实我蛮失落的，怎么可以其实没有做好，但是因为田径场上其实真的就是这么现实，你失败就是失败了，你没有任何借口。好，下一位是 Vic， 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5.50米，别忘了他是100公尺破大会纪录的选手。其实跳远跟100公尺的速度是有正相关的，是那个 Carlos 那个100公尺跟跳远他都有参加。对对对对对，场边给他一些加持，爆发力冲刺速度，好，哎呀，这个是越线，很可惜。
固定没有抓我，然后速度应该可以再上去一点，再试试看。谢谢。加油加油！加油加油！杰哥忍不住替他加油打气了。而且呢，在短跑跑得好，跳远一定远。哇，往前滚翻。5.09。有点短，然后就是当脚步都算不对，所以我只能就是硬跳。好，接下来是林嘉佑，他的自我测试成绩是3.80。林嘉佑刚刚在测试之前的热身呢，感觉他动作还不错，蛮流畅的。来看一下他这一跳的表现。哦，身体先向后仰，助跑之后，可以哦，感觉蛮轻松的，是流畅的哦。嗯，真的身体有身轻如燕的感觉，没有很用力跳，但是飘的还蛮远的。3.05是不是？4.72。还行还行还行。接下来是黄宏轩。哇，平均5.44。哇，没有到六，目标是6名。对啊，练了好久，就脚就是跟不上了，然后全部都是，但是下一次会更好。好，后面还有比跳远，希望可以过6。加油加油！个人认为跳远成绩5.44难啊，看起来一点点。你就让我们运动员去跳，其实也是，我觉得那个障碍是非常的。第一个，你的加速度，对啊，然后你起跳点落地的感受，那个准确度就是指目标嘛，准确度，然后再来一个爆发力，然后加一个身体带动，很难，看起来好像一点简单，对啊，其实最难的，我跳大概2米吧，2米直接倒下去，1.8米，一定比吴尊好。可是杰哥，我们两个也去跳一跳，我觉得可以耶。现在吗？一定拉上，对，一定拉上。我赌100，杰哥会赢，该你回去，比你们会哭啊。好，接下来是张家生，他自我测试的成绩是5.57，哇，也是令人非常的期待。好，我们开手的喽。而且张家生在里头直远的是所有选手第3名哦。哇，接近完美了，好轻松，忍不住鼓掌了，对，好轻松，跳得好轻松，而且有感觉到他在滞空的那移动啊，哇，如果他不受伤，会不会更厉害一点？真的，对，张家生这个平沙落雁式，换脚跳，因为我5.70，因为我原本的脚受伤，所以我就改换脚的方式，然后就大家都好放，啊，限制很多。